位小七车观点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来到台中力宝赛车场，参加2019年的 Porsche World Road Show 保时捷驾训体验活动。那今天呢，有一台很重要的车款现身，就是在我后面的这一台蓝色的992四代第八代的911，上礼拜才在台湾发表。那今天在这个驾训活动当中呢，台湾保时捷规划了相当多的关卡，让我们感受保时捷全车系驾驭的快感。第一个体验到的就是操控 handling 体验。那第一组是以休旅车跟房车系列为主，那可以开到的车款呢，有 Panamera Turbo、 Panamera GTS， 然后还有凯宴 Turbo、 Macan 跟 Macan S。 那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休旅车它还是不可避免有侧倾，可是保时捷把侧倾的抑制抓得非常的好，这个底盘在正常行驶的时候是很舒适，可是我们过弯的时候它还是能够支撑得住。那在刚上市的 Panamera GTS 上面呢，底盘是偏硬没有错，但是它基本的舒适度并没有牺牲掉，对于它要价800多万，是觉得它还是物有所值的一台车。另外一组是以跑车为主，这次有提供三辆全新上市的992，那包含了二轮驱动的 Carrera S， 还有四轮驱动的 Carrera 4S。这次的911后轮驱动车型有一些是可以搭载后轮主动转向，那可以让后轮驱动的过弯极限更为提高。那转弯起来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车尾的重量是比较够，过弯的时候会比较有转向过度的快感，车身又可以在循迹管理系统之下掌握得住，而且992开起来并不会有太大的压迫感，反而是很平易近人的。我觉得以它的450匹的性能，相当于993 GT2 的性能，还有这样的操控，是一台很全方位的跑车。那在绕锥的测试当中呢，是使用718 Boxster GTS 作为测试车辆。体验当中呢，我可以感受到718 Boxster GTS MR 的配置，它车尾的动态是非常的刁钻，非常好玩的。只要方向盘角度是抓得精准的话呢，车身是可以牢牢的贴在中心线转弯，过弯的极限也是相当的高。好，那在弹射起步跟急刹车的体验项目当中呢，我们使用的车款是997小改款的911 Turbo。 在启动它的弹射起步之前呢，我们必须要先把车辆调整至 Sport Plus 模式，油量跟水温都要在正常状态才可以启动。那要启动的话呢，我们就是把刹车先踩到底，然后排到低档，这个时候油门也踩到底，仪表板就会显示 Launch Control 已经准备好了。那我们只要把刹车踏板一放开，车子就会用全速的方式弹射往前冲。那 G-Force 的贴背感受非常的强烈，我觉得是比飞机还要猛。那到它指定的三角锥的位置，就是全力的刹车，感受它的 ABS 作动，也可以在非常短的距离就把车辆从大概80到100公里的速度刹到停，那也是非常的稳定。在越野 Offroad 的关卡里面呢，我们使用的车款是最新的凯宴 S。 那这一次越野体验的关卡呢，包含有后沙堆，还有横越泥土堆，还有泥泞的深水区，以及碎石路面，还有大角度的爬坡以及侧边斜坡的行驶。在这个体验当中呢，我们发现呢，保时捷虽然不是做纯种越野车的品牌，但是呢，这一次的第三代凯宴 S， 它在 PTM 保时捷循迹管理系统的加持之下呢，它可以自主的透过多样差速器分配扭力到抓地力比较强的轮胎，所以现在画面所看到的关卡都难不倒凯宴 S。 那此外我们也体验到了斜坡起步辅助系统以及陡坡缓降系统。那在这一套陡坡缓降系统当中呢，还可以设定它下降的时候的车速，它作动的过程非常的流畅，所以面对一个倾斜角度比较大的下坡的时候，也不用感到害怕。好，那在体验完今天一整天下来的 Porsche World Road Show 2019之后呢，可以感受到保时捷现在全新的车系，从911开始啊，到718系列，还有 Macan、Panamera、凯宴，他们都各自有不同的性格，但又有同一个品牌的基因。那无论是在柏油路，就是赛道方面，或是越野，他们的表现都是非常的好。我们也在992刚上市就开到全新992，我觉得它的进化可以说超过一个世代了。把这么强大的性能包装在一个很好上手的界面里面，坐起来的舒适度也是很高。那透过举办像 Porsche World Road Show 这样的驾训体验活动，除了能让我们更认识保时捷造车的技术以及操控的技巧之外呢，对品牌的形象的提升应该也是很有正面的帮助。那我们非常期待之后能够有机会进行992的完整的单车试驾，来呈现给各位它全方面的进化。那我是编辑 Mike， 那下次再见喽，谢谢大家。